虎扑八月十七日讯，在出席完赛前新闻发布会之后，尤文图斯主帅阿莱格里公布了做客对阵切沃的比赛大名单，新援 C 罗、詹、佩林、坎塞洛都入选。德西利奥和斯皮纳佐拉因伤缺阵，北京时间19日凌晨0点，新赛季的意甲就将拉开战幕。由卫冕冠军尤文图斯做客维罗纳对阵切沃。在出席完赛前新闻发布会后，斑马军团的主帅阿莱格里公布了这场比赛的球员大名单，新援 C 罗、詹、佩林、坎塞洛悉数入选。不过边后卫德西利奥和斯皮纳佐拉因伤缺阵。此外，由于马尔基西奥和伊瓜因离队，目前尤文的8号和9号球衣空缺了下来。尤文做客切沃大名单，什奇斯尼、佩林、平索利奥、基耶利尼、贝纳蒂亚、桑德罗、巴尔扎利、博努奇、坎塞洛、鲁加尼、皮亚尼奇、赫迪拉、马图伊迪、詹、本坦库尔、罗纳尔多、迪巴拉、道格拉斯科斯塔、夸德拉多、曼朱基奇、贝尔纳代斯基。